重要吧？无人会当发表伊的姓名，朋友阁是如何？因为我是天魔我囝，大罗先生，不管是妖魔鬼怪，大家都附在我身躯，会向我指点。我是溪东宫的上爷，不但安尼，我也是溪东宫的国王。你听我讲的，哪里讲起来？烈风大王是因为大罗先生向你指点。我可能说笑就讲，我袂当死在伊的手头啊！